哎，我没有说叮咚。一下，得得得得。可以按了吗？可以。你看我手上有什么？有选球哎。什么？八点了！八点了！有八点了！哇！直接死，直接炸的哦！雪球爆弹，雪球爆弹，这个就是我们一直以来比较少用到的这个雪球爆弹。哦，然后作者好像有让这个雪球爆弹的价格有调降，让我们可以多做训练。哦，因为其实雪球爆弹是很厉害的。嗯嗯，那可以多多体验。来，这边可以微微体验一下。哎，这个那个介符盒里面有人心靶子耶。对，然后这里有个人心靶子。好的预感，丢了十八，没有没有，哎，我觉得好像不能靠太近，他还有防呆啊，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哦，我会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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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完了，会完了，会了，到了，会了，我知道了，大家都玩开了，会了会了会，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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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钻石吧，钻石。对啊，就其实他远距离都可以打到，他关键就是因为 Creeper 是在他头上，所以如果头上有挡住的东西的话，你就不怕了。嗯，可以看一下，只要随便扔都可以中。哎呦，他其实判断范围很大啦，只是关键就是头上要空的，头上如果有东西就没办法。哦。啥呀？没办法了。好，可以了，可以了，冷静，冷静，大家冷静，大家冷静，很吵，很吵。这里好可怕，猛人猛人嘞，头上有东西。所以他是要扔到人才会爆的样子，是不是？好像是。对，扔地板都不会爆。对，要扔到人。哦。可是就是蛮靠近的部位都可以。我看一下这里有没有防呆啊？哎，有防呆耶，太近太靠近的话没办法。嗯，好像是五格左右。哦，避免炸到自己啊！哇，防呆机制哎。对，而且它因为是 Creeper 是从头上爆炸，所以你的盾牌是挡不到的。挡不到的。哦，酷酷。那我们哎，是不是还有人还在大便还没回来？回来了。哦，没进来，还没登录，还没登录。还没登录。便便先生来喽。我的要打一下印。啊，你们怎么了？啊，便便先生呢？便便先生，你不知道？我不知道。哦，算了算了，不知道，不知道。好吧，这个不好提，不好说。哦，你是说那个吗？哦，没事。我叫闯关，你是那个 L 没事。我是我好像想起了什么，可以了可以了。那我们要来玩哪一个神域呢？哪一个辅导？哎，我觉得它其实巨型辅导跟中央辅导应该也可以有个当时没玩到随机选择。哎，随机辅导那个家是不是又多了一个新的啊？没有，那还没时装。还没时装哦，对对对，下一次呢，他就会可能就会有新的主导，甚至呢还可以让双方的主导是不同的哦，选择自己主导让拿优势，这个好酷哦，新的，我有问题的，哎。你说给人吗？这我们也不是啊。请问主导二楼跳下去，如果旁边是绿宝石，还会卡住吗？再担心那个。那我们这一场就来玩玩原本的末地城，好不好？你可以去体验一下，我觉得非常的关键。可以试试。我记得这个一璇他最喜欢玩的，好像就是那飓风河谷。啊！一起玩，一起玩，一起玩，吹走喽！那个作者其实有说，他其实靠着旁边快速的经过，其实是不会有事的。嗯，但关键两个字，靠着旁边，而且还要快速的经过，难死，好像有困难诶。好，而且可以多多体验。不要，我不要出门了。
这一场我稍微做调整，就是让那个四地牧场啊，嗯，它每次空桥生成之后就可以多放一个。哦，它其实这些都可以自己刻制啊。那过往其实那个牛排等很久嘛，就用这样子。好久。哎呦，其实都可以刻制的。哎，好的。就随机分队，分，不用到，你也不用下去了。哎啊，上次八七怎么？我一次没有玩过，我就变八七了。我现在已经不知道我到底要干嘛的。没关系的。嗯，请问辅导创业刚进去该做什么？把钱存起来。嗯。哎。哒哒。那他一样是换一次阵营，他的那个铁存进去跟拿出来的地方就会左右交换一次吗？这就不知道了。是哦，我记得我看完的时候一直抖错，还有告示牌嘛？对呀、啊，还有告诉你要哪里啊？要准备那个啦。这次应该不会吧？错、啊，我错了，我们开始那个，一点点而已啦，一点点。好，来。哦，点告示牌就是也可以进去对。出铁。在哪里？哦，剑宝。对吗？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领到铁了。中了，没事，存进去就好了。再存，再存就好了。我充完了，我充完了。我要去。这里存了吗？钱了。好，先来，我先买牧场，然后一人站一边如何？就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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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存一个命物。嘟嘟嘟嘟。酷。完了。要买什么？附魔。灯是亮的，就表示买的，是不是？还是还没买？灯是亮的。就是下面这个红石灯啊，亮的就是还没买啊。哦，啊大泪哥啊，抢到六拍了。啊，我怎么还在那？哎，绿宝石呢？绿宝石呢？绿宝石有人买吗？在二零呢。绿宝石，耶！我想要重进一下。红灯吗？那那那那，噔噔噔！要等一下，好。哦，不嘞，不嘞，有了有了有了。嗯，哎、欸，这里，我是我的，很随便，我的。你们的西瓜想要放哪边？不要放西瓜，不要放的，不要放西瓜，我先收进去。嗯，垃圾灯出了。哦。被听到了哦，一定是，一定是被听到哇！你不是下去了吗？哦，有，一拳、哦、这些什么？嗯，不会摔死，不会再卡在墙下，真的假的？好可惜哦，好可惜哦，好可惜哦！辅导遗王，红牛镇，他们到了、欸，好快、哦，他们到了，好快啊！对啊，巧克力他们都点盾，对啊，我们没有盖桥，他们应该直接盖桥吧？嗯，那我们就先弄装备吧。买了合金，可以。还是要去中间啊，嗯、绿宝石他们很多哎、欸。对啊，还是要先过去啊。先对个。这么一个奇怪人。奇怪的人，奇怪的人，你看那个 tab。tab， 哎，为什么哈记？为什么哈记是白色的？嗯。对啊，为什么它就是白色的？奇怪人加入，它去重登，哎、欸，就变白色的，对啊。他们没有，他们发现吗？哈哈哈哈哈哈！跟着，核心有买吗？有吗？我不知道哎、欸。核心，核心，进不去，进不去。好。
我是要二十个体，这样打得到他吗？对，完蛋了，我已经整了个变八器，都不知道我今天到底要干嘛。你就先盖岛吧，往前盖。好，盖那个桥的岛就行了。嗯。我找一下那个麦岛在哪里呀、啊？在后面，在后面。他在打哈基。你明星。哈基快死了。隔桥。哈基差一刀。再一次，临铁的。把哈基死了，哈基还是没有队伍。那怎么办？要手动加吗？也没有办法吧。哎呦，怎么后面有这么多东西？哎呦，我看一下石英桥，买了两个。啊，又踩错边。人家丢进去。我们绿宝石好慢好多、哦，对啊。你要直接从中间盖过去，还是从旁边啊？就是那个石英河桥。都从旁边过去，没有路可以走吧？不知道哎、欸，看他们有没有盖啊？从旁边过去就只是从旁边偷偷摸过去而已、啊。在哪里？我就要往前盖去抢前面的绿宝石才行。好。这绿宝石可以存了、哦，可以存到连接喽。哦，对啊，抢中间会比较好啊。咦，那这个就盖不了了。啊，可以啊，放在那个啊，可以放在那个上面啊。那玻璃挡住啊，上面不是有东西可以放啊。啊这个。哎呦，不然上次巧克力怎么那么快堆过来？对啊，放那个啊，放那个啊，都有放，都有的放，都有的。没了没了，我带着压叶板一起下去了。等一下我回去拿。恶灵符在半空中。巧克力还没有装哦，巧克力还没有。啊，绿宝石要怎么存？绿宝石不能存，只能从那个只能用那核心那边存。对啊，有个狙击，我不要打我。可以直接丢在核心上面吗？让它吸进去。哎呦，它是。不行吧？不要打我！不要打我！试试看好不好？不然他们怎么可能一百多个啊？太快了吧！对不起，没有，他们是铁一百多个、啊，铁定啊！哦哦哦，铁定啊！哦，看错了，看错了。哦，你看错啦！我好怕哦，看错。哟，我来喽！内阁一下，可恶！差点被卡在门外。巧克力在右侧哦。他不知道盖什么。哎，压力板先去踩。啊！被他踩先了，可恶！旁边还要需要一个东西放，你要跳另外一边，你这样过不去吧？不是，你那边那边赶快先堵起来，不然我们会被围起来。他们要放墙壁，有炸弹。这里要赶快先放一个桥，这里要放一个桥。赶快买一个岛过来。没有岛。等一下，我要过来了，你们在哪里？要买那个桥吧。有，我有两个桥岛。这边桥中队还是蓝队？放我这边。你在哪里？你先出来啊！我来了，我在那个牛排那边。前面。直走啊！哎呦。这个、欸，我这个位置。我在下面，底下，这边，这，等一下，下去了，哎、欸，位置好难办，快给装备了、欸，东西掉下去，装备就不见了，哎、欸，不行啊，我放不到啦，喷掉了，对啊，应该还在吧？我死掉后装备，我想就去吸不到了。被船卡住，船在另外一侧。都有。有没有盾牌？箱子很多。哦，是喷雨箱子哦。不是，那个家里的那个。桥、了吗？有桥了吗？还没有那个。没有，我刚刚被射死了。哎、欸，我捡到他们的装备嘞，都是保护衣的。盖了吗？可以盖了吗？可以。好了，有了，没事，好了。我把他们保护衣装备放进箱子里面了。好。
那我自己买一套乱箭。没事。啊，我一出去被射个一箭，我就要死了。哦，能跑回去了，反正撤回去了。怎么吸了个红石砖毁灭者？